我呢，九良，我是想选你这一期节目。不是，现在我是考官是吗？我知道啊。你们是选手？选手。对。你们选手跟考官就是平起平坐吗？现在？这是你搭的，这是你搭档是吧？这是你搭档啊！刚才你拍胸脯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兄弟。就我搭档没问题，他肯定听我的。我搭档也没问题，听我。咱这就四票了。你们就是那么自然就坐下跟我聊天了？没有，我就试试看这儿。你们想不想过了呀？想过呀，这不跟你聊聊吗？你想不想跟你想不想跟我呀？我当然想。对呀，当然想。所以说咱心往一块使，我得有权利能选着你啊！你帮着我，然后我好拿去，拿完我选你。